回来了。大家好，刚刚肚子太痛了。我还想说，6点半那种痛还好，应该是那种蹲也蹲不出来的啊。突然前2分钟就开始阵痛，然后说哇，不会吧，要开台给我去上厕所吗？哎，感觉游戏干了哎，这个之后也只是剩浓了而已。啊，兽龙、壁毒、飞雷、登录奖金。我们那天删到哪里啊？好像删到麒麟吧，岩贼。嗨，刚下班。刚拉完屎。哎呦！嗨，今天任务有点北齐呢，完全不相干。他怕你打太少，跟昨天一样说太简单。昨天太简单是江江说的哦。我把那天我不是说我转得很快的吗？放在今天的片尾。今天的片尾。嗯啊。懂什么意思？灭尽龙。太多灭尽龙了，舌头安安，鱼心安安，星辰还是星什么？星辰安安。意林吗？安安，静安安，晚雨安安，MAN 安安。哦，不行，我们那位舌头不买冰原来陪我们玩。舌头买了？没有买啊。两个的算，岩飞龙，好多哦。冰雨，又要打兽了。对啊，兽龙、壁毒、飞雷、飞龙，就是飞雷种。对，怎样？没有，很好。而且那飞龙种是要再去磨的。
一定要叫巨魔吗？哦、对、啊，要叫巨魔。哦，有这种的、哦。现在还会限哦，这么屌。每日任务先来个金之炼金跳。壁毒龙。浮棉龙。嗯，猫咪已经在帮我跳哪个按键了，我还按错。没差，我也没跟着按啊。哦，猫咪跳我都会按，其他都不按。我说它都跳了，我按了好像对不起它。那你还按错，你更对不起它。你看，对啊，按错不要按嘛。斩龙，斩龙黑魔岛，是，哎、欸，叫什么？我昨天把寻宝解完了，哎呦，现在好空虚哦，只剩大小金了，太神了吧！而且最后龙结晶跟那个永中动土真的是贼难用的，要有好友度要很高才给，是不是？不是好友度，是交易次数要够，真的很多次。我之前就是前面四张地图大概刷个各两轮。就又可以有了，就妈我昨天刷了五六轮才给一个哎、欸，感觉问运气问题哦、喔，啊，感觉是运气，也有可能呢、欸，对啊，先说，怎么那么多雷二啊？哎呀，薄皮！两人背坐右翘脚，北风来张。you
我师藏龙也挺多的、欸。师藏龙那时候打很多啊，一直给一直给。灭子，谁接任务了？那、啊、活动两次啊，去打个草而已。哦。监视灭影狂怒狂暴二三，好了，任务三光了。谢佩龙，晚上好。这是什么 ？JIAMIN， 晚上好，主念啊。机密吗？也不对啊。按一次就有了。哇，三个任务，大个变，就快七点半了、欸。完美拖到了时间。对啊。你竟然选择去拔草。飞雷总是不对，飞龙总是要古巨魔。所以先打、啊。我来重播。对，陆珊瑚跟兽龙种可以解在一起一次。嗯。然后另外一次陆珊瑚，我想去打一只古龙，你们接我的任务。可以啊。我已经接了，看你要不要打。好。那另外两位要打吗？好。明宝龙，呀，明宝龙，啊，晚点再回来，金枝龙人票。醉醉晚安，暴虫金宝血，
拿笛子耶、欸、想玩一下补吧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去输出装备。没有啊，我是说啊，我要玩太刀玩一阵子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可以去输出啊，不用担心。青菇有啊，鬼爆炸菇，爆炸菇，鬼爆炸菇，啊，鬼爆炸菇是抢走吗？对啊，欸，那我带啊，还有什么妈屁菇，爆炸菇，是爆炸菇没带到啦，怎么长太像了？哼，长哪里像？一个粉色，就跟少女的颜色一样。你不要欺负色弱的好不好？看不出来。我没有欺负，我忘记而已。也是那时候你丢到回家球，我才知道这件事好不好？干，两个人真的颜色超像的啦，我都是认字的，不然我根本看不出来。那你要怎么办？我就是认字的啊，我现在是推蘑菇头啊，所以还好。哦。那还有什么需要打？应该都还好了吧。我在想大回复要不带、欸？要啊，我就是先喝一罐大回复，要再吃个青菇啊。一个是回复，一个是顺补，这样子啊。对啊。你就不用带什么蜂蜜跟小回复药在身上啦、啊。换方药跟大回复药，好。储存。嗨嗨嗨，就一个没有到。我先吹啊，等他来。哦，我就要下去啊，他不是要下去吗？好啊，那就下去也可以啊。好啊。哎、欸，不要过来让我打好不好？靠北。下去了。今天看了一下太刀攻略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只能实际操作啊。跟他说大回旋之后，不要马上纳刀。什么叫大回旋之后？就七轮大回旋之后，不要马上纳刀啊！不是纳刀的时候可以再马上劈两下吗？对啊。他说不要马上纳刀，你可以等。他准备把刀收回背上的时候，因为你大回旋之后，你会多走几步路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嗯，他说等到就走那几步路再开始收刀会比较好。都倒了吗？都倒了吗？倒啦。你要这样装是不是？爆炸菇、金菇，哦，啊！啊阿强，你
你的阿强对我打了烊。啊，这个总是真的了吧？我记得。被喷下来了。没了，我还没拍过你的脸呢，因为这样。中了哦，各位观众，虽然你们看不懂这是什么啊，我被打中了。吃了再吃了，没事。你去敲他一下，可是敲他又会被打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拿锤子就是在犹豫要敲与不敲之间，真的很难纠结。我再推几次，你撑一下。我撑啊。那都没有耐力可以踩啊。我冲啊！别吸！哎、欸，一直吸，爽没？油屁哟、哦！是啊，土拨鼠站太远了啦，所以一直跑往那边跑。你看，就还好没兜哥。
啊，越来越觉得太刀不适合打团用哎。这不是自装武器吗？啊？自装武器啊？真的啊？断！哎呀，没断到。收刀速会不会影响纳刀速度啊？会，会，可是感觉不太出来，说真的。小数点的吧。好、哦。好奇怪哦，走来走去耶。我是不是要贴着土拨鼠打、啊？是往那边游？他一直找我哎、欸！对啊，是不是要一直砍你啊？看就砍到他了。我已经想把贴他贴近一点了，结果他还是一直找我、啊。哎呀，转了，我动得到吗？大球！哦，啊，没事，走了。哇，我还没大毅力耶！大毅力了，这是特密床。我要回营地了。我要回了，烂太刀不用了。我也想带陷阱哎、欸，好想带别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格子放陷阱感觉好浪费哦、喔，就很浪费啊。然后陷阱出场出团四个人，其他三个总会带吧，懂吗？对。那时候出团，猫之翼说：“我忘了带。”我说：“干，那补你干嘛？你补我好了。”嗯、我每次都逼猫自己要记得带啊，他每次都跟我讲忘了带啊。啊，右边啊。嗯。而且这个可以吹耐力很长的，不用带肉来。哎，补什么肉？我直接吃鬼爆拉骨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补体力条的啦。哦。不要太过分哦。